每当我们在逛街的时候，如果能够遇上可爱的毛毛小伙伴，那么我们一定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狗哥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则来自澳洲的毛毛新闻。日前呢，一位澳洲的网友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段有趣的影片。只见一位先生推着购物车准备进到超市中采购，而当大家再仔细一看，竟然看到车中坐着一位毛毛的伙伴。可爱的画面呢，实在是让人超级的融化，相信这就是澳洲居民的日常吧。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当时男子的购物车中坐着一只可爱的无尾熊，两只小手抓紧推车的两侧，还露出了一脸呆萌的表情，真的让人好想要抱紧处理。影片分享到网络上之后，大家也都纷纷留言表示，这就是澳洲人的日常，就好像是推车里有一只绒毛的玩具。去超市买菜，还有可爱的小伙伴陪逛街，也真的是太幸福了。能够遇到这样可爱的小伙伴，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经历呢。那么我是狗哥，我们明天见咯。